李小龙在死亡游戏里面的造型，这个造型呢真是古今中外，一看就知道是李小龙。究竟要有几自信才够胆穿这件衣服出街呢？这位叔叔穿那套衣服是 李小龙那套死亡游戏，哇真犀利，我想这套衣服要订才有。这件戰衣是不可以穿穿面衫的，是不可以穿褸的，所以看到他架住件衫看到他打了底，哇對鞋都襯埋，好厲害，但他架住這個環保袋不用襯。可以令到你開心都是一個 good karma 來的，請你 like 這個 video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多謝。